Hello， 大家好，我是 Matt。那我们今天叫 DAO Zero。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写作层叫做 Incentive 的 DAO Zero。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Soulbound Token 的发放，能够让就是去激励我们社群里面大家的贡献。就等于是每个坑主他每个月其实就会做评分，对有贡献人会发出评分，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评分去发给他们一个 Soulbound Token。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系统是，他可以从他的钱包能够去确认他现在的贡献分数有多少，然后我们可以从，因为他必须要登入钱包，所以我就是用影片的方式来给大家看。那这个网站的做法其实就是很简单，你进去就可以看到你的 contributor card， 那上面可以先 connect wallet， connect wallet 之后我们就会去侦测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 Soulbound token， 那个 token 其实就代表你的贡献值，所以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张这样的一个卡，有点像是就是证明你自己的贡献程度是多少的。然后在下面是有一个 shout out 部分， shout out 部分是有点像 GDP 之前会用一个那个两个那个图会跳，会去鼓励大家说，哎，就是 Ronnie 之前做的会抓出那个大家去感谢的文字。那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在那个 Slack 里面去 add shout out， 然后后面加一段你想要感谢人的话，那我们的程式就会自动去侦测说，哎，你收到哪些shout out？所以在这个页面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你有多少人对你有shout out，然后一目了然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针对我们Soulbound token， 我们也发了PFP。那 PFP 在上礼拜也全部都就是发放出去了。那这个 PFP 其实就是我们针对每个人的贡献值会有四个 level， 那四个 level 的图层就不太一样，所以它每个也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对。那我们现在比较就是下一步的阶段，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应用到其他的社群或其他的坑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或是有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哇，我们也在右后方最后面那一桌，谢谢。好。在下一组。